嗨，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做医治的祷告。像 NBA 的球员，他们受伤，主耶稣都叫我去做医治。好像科比啦、林书豪啦、伊曼纽穆迪耶，他们受伤或需要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叫我去帮他们祷告，所以我就有一些祷告的经验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 like 放松。我必须要是很漂亮的人或很年轻的人，主耶稣都是爱我的。主耶稣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爱我们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，担当我们的一切的疾病、一切的痛苦、一切的不舒服、一切的疼痛。主耶稣代替我们身体上一切的软弱，还有我们身上一切的软弱。我们好像是一只小白兔一样，可爱的小白兔。小白兔也需要吃胡萝卜，主耶稣为我们吃胡萝卜，圣灵来充满我们。圣灵充满我们，就好像我们有胡萝卜吃了，我们就有精神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主耶稣好像医生一样，好像高法医一样，高法医来帮我们开刀。我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，主耶稣就好像高法医一样来帮我们开刀。主耶稣是最伟大的医生哦。感谢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。有时候我觉得像一条鱼，然后我生活很枯燥，那个就是我需要一些水。我祷告圣灵来的时候，圣灵好像就可以安慰到我枯干的心灵。所以圣灵来充满我，充满我枯干的心灵。圣灵来充满我，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，我就好像鱼，有很多的水可以游，这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，生活就不会这么干枯了，或者是枯干。感谢圣灵，圣灵给我滋润，让我觉得充满了自由。感谢圣灵。接下来你要是有牙齿痛或是什么很痛的话，我就是用比较可能比较积极的一些祷告。 OK， 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一切疼痛的灵出去，一切使我觉得不舒服的灵出去，一切不属于主耶稣不是从主耶稣来的灵都出去。圣灵充满我，充满我，一切不属于主耶稣的灵都出去，出去，用火焚烧，焚烧，焚烧，将那些疼痛都焚烧，焚烧，焚烧，焚烧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叫那个用那个炸弹来炸这些不是主耶稣的灵，这些疼痛的灵，用原子炸弹，属灵的原子炸弹来炸开他们，炸开他们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圣灵来医治我们，圣灵的膏油来膏抹我们。感谢主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医治我们。圣灵是我们的安慰师，圣灵安慰我们，圣灵好像药一样涂抹我们不舒服的地方。圣灵充满我们，医治我们，医治，医治，医治。医治的恩膏膏抹，医治的恩膏膏抹，医治的恩膏膏抹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此刻有没有闻到花的味道？如果有闻到花的清香，那个就是主耶稣的清香。主耶稣爱你哦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
神会将一切的事情都变成美好的。神会将一切的事情都变成美好的。感谢神。